我是小磊，又来赶海了。大海刚刚退潮，咱下来抓海鲜。刚一下来发现一个七星鳗，这种鳗鱼拿回家做一个寿司堡，特别的好吃。这个还挺肥的，哇，像不像一条海蛇一样？哇塞，收了它！哇的天哪，这是啥？哇塞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哇的天哪，快看，评论中打出啊，这是啥东西啊？第一次见这个东西。又来一条花斑鱼，也叫石斑鱼。哇塞，还好凶哎！这个眼睛咋了？好像长了白内障了，这个，而且好吓人的样子啊，好凶，好多的刺啊！收了它。又来一个小八哥，哇塞，两个小八哥。哇的天哪，这个咱把它给收了啊！这个小八哥又来一个，三个八哥鱼，哇塞，一窝呀、啊！这是一家子吗？这么多呀！哇的天哪，还会变颜色啊！这回家红烧一下，特别的好吃。又来一个大海螺，这个大海螺金，哇，这个肉特别的肥啊！快看啊，又来一个蛤蜊，大白蛤蜊，这种蛤蜊太多了，就没人捡啊。这个收了它，又来个小皮皮虾，皮皮虾我们走，一起找个男朋友，收了它，就在直播中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